两千的嘛多起来哦，干那五个人加买一条鸟，吼、哦，一千、八百、六百拢唔免，五百块上面一个大粒的哦，只大粒哦，只够哩，只够哩，大粒唔只食着会爽，只够哩，只够哩，只够哩。一瓶两个人加买四五斤哦，一瓶两个鸟先加钱的先鸟，三百块落来，三百块落来，三百落啊。来三百块，这免去考虑啊！三百块过一头，阿妈一头，再来三百落啊！头前搁一个三百块，来三百落啊！这下要招一个三百块，阿妈一个啊，用煎的上好吃啊！来者，我回啊！这下一个三百好不好？过一头，这红啊，这水啊，这么红啊！三百搁一个好不好？来者，拢有了吗？这花三百块无在条，一家卖一箱啊！这个红豆水果那个无在条卖一箱哦，这呢，你看我手我脱落你看，这个包包一件薄薄的冰，你看，这个油豆恁个无卖较爽。大姐，你别冒火啊！有哩，阿爸用包包先到给你，还是怎样？最后我招一个三百嘛，再过哩，三百块了。来阿爸，我来分分，阿公你会当买冒火啊？阿爸，人送给钱的，来分了。这个嘛是这款欠伊。阿爸，人送给钱的。大哥，迄个过了就换你啊、喔，一个一个来。大哥，谢谢啊，大哥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哎、欸，恁送无买过一道的，这不是我头家讲，这政府规定的，讲你来我这一定要买一份这一百五十块，你买一瓶当试吃看卖，百五了，你无买三百，买百五，真正缩甜的啦，百五了，袂甲你骗钱啦。最后一个百五啦，这无你卖百五，卖恁只小啊，搁卖一粒的，真的很好，百五片。好，无零钱，等下咧吼，不要急吼，不要急。这两只鸡啊，我卖袂剩这两只，我恁后尾食鸡啊。我十块了。你后尾食这只鲍鱼鸡，这板头你用的，这只鲍鱼鸡干外口干来加一个红啊，就820啊，剩这只我也卖好不好？一只唔免500，唔免800，正板头吼，大只鸡啊，先加钱的先赢，卖一个尔，唔免1800哦，300了，来300块鲍鱼鸡几只？300了，300块了，300块，来个下边啊，这只河头菇上面只500-400免300了，来下过边。来一个，你冰干要好卖者。你敢有要食意大利面无？意大利面青酱的番茄，敢有人要食？要食好皮，敢有无？卖花，拢有哦。我有，我是来卖。敢有人要食这杜老爷超值冰淇淋？300包面杜老爷吼，这个品牌啊，120楼啊，120楼啊，120。真正比外口较俗。阿姐，这外口160啊，我无甲恁骗的啦。啊，无你带去西门逛，我爱160无，超值的哦。啊，这是杜老爷哦。哦，啊，西门卖小美啊，120要食，啊，这要冰冻去食无？树林一三啊咯，我无你起来买我，好啦，笑，120要来啊，120有啊要收起来啊、哦，来，啊，够人要食这个杜老爷香草的麻糍的无？350变150就好啊，垫付啊咯，这五粒我哩150咯。我只要帮你留一份，你若搞买百五，我老板再送五颗花生就给你，头头一份哦。安尼十粒给你，150就好啊，150块。150块招一个好不好？150杜老爷，我叫这种品牌，我恁忘了掉啦。还没看，谢谢，安尼有啊，安尼刚好没有。可以，是安尼当收啊。去吃乌北北看一下。收起来了，安尼搁一届就结束啊，哦。好，应该是最后发的那两步就是。来，他上面吃鲑鱼的，他说我两面吃鲑鱼的。来，鲑鱼干么吃的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朋友，记得帮我按赞一下。新朋友喜欢这个频道，记得帮我订阅一下。感谢你。来，要吃鲑鱼，免1800、500了吧？500。对，你站这拍摄，你随甲你摸啊。来，这一袋500，两袋500，三袋500，四袋好，你敢有够？五袋你嘛无够。我一袋够你啊，盐埕啊，火料买无六袋啦，500了。来，500，够有要吃无？是阿叔，你几个？两袋好，你三袋好，你四袋好，你。五袋六袋，500搁招最后一个好不好？500搁有人要食鲑鱼无？鱼啊，五三要食，你食袂了买一半。阿公这嘛要走啊哦，你啊班长搁摸一下，250小家庭啊。大家。天啊！来包过来。你怎么？鱼啊，五个要食啊无？拢有啊哦。昨天啊，米粉。阿叔你帮我收一下。
我们觉得一致觉得很普通。普通哥啊，妈的，讲翻来讲翻来，你看这样讲啊，来啊，这话你讲哦，你干嘛没讲声？阿红，阿红，阿红，阿红哥对，来，阿红，嗯，靠什么？无啦无啦，好啊，无啊，你莫激动啊，这什么？这美式鸡柳条，这百分之百广巴叫香。哦，我知道加密斯你是谁。百分之百原肉。不对啊。好，太晚到。唔管你要蒸，唔管你要煎，这广巴你看它煮完了好吃。你莫搞我煮个臭味大的好啊！一包蒸到刷250，你也我加，你也我。星期六没办法。星期六办公室已经。三个人去。要礼拜五。你干嘛？但是今天也来不及了，他们下班了。现场干嘛搞这个？志峰。现场有没有买过的？我来讲啊，不是我出一个嘴啊，不是我咧唬人啊。这啊，夭寿好食。我敢跟你讲，你来加买一届，你若回到手，我凊彩你啦。百分之百，我妈买你，你有在条夹袂？你搁食的，你搁食的了？你唔食，我这你食的了？敢是安尼讲？嘿啊，哦，你食好嘛啦？真正叫这成本弄足贵的啦，唔是你开玩笑的啦，对不？我嘛顶个叫俗的咧，袂你那俗，我无爱，我做副董的，好不好？再告你，再告你，再告你，保证你一定要来找我。五个人去四零，我一届300块了，还300块了，美式鸡柳条300了。好，哎，大哥要买，你有冇钱？300块人要买无？大哥要贵啊！啊，你迄个豆腐阿芳看会吃者无？好，你敢会当相信我一届？恁试食看卖敢好？100块了，你买两包等于食好卖？百五，好，咱唔是你该骗钱啦，好不好？不是在骗你钱啦。100块好，你试食好吗？好两个哦，100块，几个可以五招？五招啊！阿姐要不要来哦？阿嫂，阿嫂来哦。五招阿嫂，你阿芳，来，无啦，讲唔对啊，拢叫唔对人，来只五只双。100块够人无买？美女，你来无？这真的很好吃。我要别的。你要别的哦？来，来，100块拢有啊、哦！好，来，谢谢。来，还有。咸猪肉有啊，来五百，有啊，我甲你卖好无？你有没有买过？好不好吃？来咸猪肉好不好？我今日咸猪肉是卖了了，春节了，你还阁无出手，我讲抱歉没有了哦。阿叔，你卖阁老摇，好，今日你要食咸猪肉拢无啊，两个客人买全部卖光了，300块了。哪只啊？一条、两条、三条，这条阁啥？全部拢300块，来，拢无啊嘛？100块上面只150就好了。150就好了，来，谢谢，大王，谢谢你们啦、啊。这今天有，无啊，今天有东西啊，你唔爱食东西啊？夜里还够应该啊无？好啊，等你走了，等一下再走，等你走，拢下来就好，拢下来我知影啦，你放下，拢放下，我先处理你的，都变作乱。来，我这清理一下吼，来。好，来，我清理一下，你阿袂晓做。等下要来走啊，啊，你要走偌济个人？我一个走五招，一个走7-8。来7-8先走，人阿五招即马无，我等下甲伊换。你有诶起来啊？换鸡诶，你敢要塞啥物我卖？你敢铁路排骨敢要甲卖卖？柠檬鸡翅敢要卖卖？啊，你敢要食迄个母的那个母的迄个三点蟹无？我说我迄种敢要卖无？有啥物有要卖无？还是鸡腿骨有要卖无？你敢有要食铁路排骨？300、500变拢无啊！一个人加买落啊，卖完了，200块落啊，200块上面是200。铁路排骨，两块给你，3块给你，4块给你，5块给你啊！来，这2块搁送你啊，200。最后一个150落好无？你拢走来啊？拢来。来，350，三好无？是会紧听。阿叔，你讲你拢走好啊？你要保你人啊！我再需要你等我一下，你等下我了。警察，你无走，无人收你，敢有人有人收你人换？对不起，不该问，怎么了？人三的呢？50块呢？我要50块啊！我差不多、啊。所以你不是那个、啊。来，你看那边是鸡腿卷，鸡腿卷。嗯。我鸡腿卷炸来，到今麦你看几点嘛？卖到剩下。这等于用煎的，这整个都是鸡腿肉。你别换呀，美女。多大的？你别换来啊！那你多少？你欠我50这样子的位。哦，我欠你50哦。200。这世人不欠人对啦，第一届欠对你，太神啊！这世人我欠第一个50都欠你。我唔好欠人钱，即够人欠你欠五十个无？
鸡腿就是用规个鸡腿肉来包鸡皮，用煎的是上好吃的，用气炸锅更好吃。三包五包片，两包上面吃，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，这七条卖你两包，一条赚三十。这三条搁送给你吃，真无好吃，搁会当退钱，200块了。Hello， 200块搁有要吃无？新朋友，好两条。来，最左边带。200了，两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，这三条兼搁送给你吃，200块了。礼拜三，你手是受伤啊？哦，我是讲正常客，迄就是手术上个客，有无经验？来200个，有要食鸡腿卷无？100你试食好嘛？100试试看看。来100只。一个两个。可以哦。肥婆婆。100好了，把宅配王子贴出来。是啊，迄个这个啷个收起来？我阿叔。收起来。应该有要搁点菜无？等下我贴宅配王子给你。是啊，两百块我你帮我找一下哦，也有戏啊。啊，你如果刚进来，第一次进来喜欢这个频道，记得帮我订阅一下啊。来干么个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叫肥婆贴出来。来台下贴一个啊。孤芳，等一下。哎，你要把油锅你是说这个吗？这个是在嘉义民。请问姐来开1000块，1000块一个客人买就好了。下面说明栏。1000块，不是开玩笑，这不是乱卖啊，这起码几个家是养哦。这得够你1000块。好，将来谢谢哦，谢谢。1000块，1000块，该不会不在吧？牛排，1000块，真正吗？拍摄啦，无我要收啊。1000块啦，1000块好啊。1000块，1000块，5秒，大家，4秒。